Hi, my name is Kaiwan。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，因为有一个瑞典品牌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开箱他们全新未发表、未公开的一个全新包包系列。那我当然说好啊。那这个品牌就是 Gaston Lagarde。那其实我已经开箱过他们的包包好几次了，那我觉得他们包包整体都有一个很简约的风格，我还蛮喜欢的。那我们今天要开箱这个 Lightweight 系列，我拿这个是 Bomb Bag， 就是胸前的背包啦。那这个型号是 LW200，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。那老样子，他们的外包装都是用这种可以分解的塑胶。那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拉链的线头，这个还蛮特别，就是它有一个软软 QQ 的材质把它包覆起来，就是你用久了那个线头不是有可能会这样岔开来吗？它整个把它包起来，所以你线头就不会再岔开来。那这个拉链上面没有写任何品牌，也没有写任何资讯，那反正拉起来是还蛮 OK 的，没什么大问题。那这袋子里面还有第二个拉链隔层，那这个第二个拉链隔层比较特别，是它是一个网状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看穿里面到底在装什么，所以就是你可能要更加保护的东西啊，或者是你怕刮到的东西啊，或者是你想要更深入藏什么重要的东西，都可以放在这个中间里面的第二个隔层里面。那他把这个经典的 Gaston Lagarde 的 logo 把它放到袋子里面，所以你每次打开袋子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 Gaston Lagarde 的 logo。那来到我们包包背面，那这里就是我们接触身体这一面，那这里是一个透气的，有点像泡棉材质的透气的隔层这样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小小勾环的设计，你可以把这个袋子挂在什么东西上面，或者是你想要挂什么东西在这个袋子上面也都可以。那接着我们讲这个背带，那这个背带呢，它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弹性的一个设计，那它的宽度差不多是2.5 公分吧，目视 2.5 公分。那这背带的某一边有一个快扣的设计，你就可以快速解开，然后再把它扣回来。那我们也可以轻松来做背带的长度调整。那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这个长度调整的这一条凸出来这一条，如果比较便宜的包，它可能永远就是这样晃来晃去，很讨厌。但是 Gaston Lagarde 它有给你一个弹力绳，就让你绑住它，让它维持在你的背带上面，就不会有一条绳子在那里晃来晃去。那最后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，就是我们左右两边都有一个金属快拆的扣环。那这一个扣环呢，你转一下，你就可以轻松把我们的袋子扯下来。那这个扣环的部分呢，它是写说你可以把它轻松挂到其他的包包上面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挂到其他的包包，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。那我们就随便找一个包来测试，那就是像这样轻松的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挂到其他的后背包啊、侧背包上面。那我们就稍微试背一下这个背包，让大家看看到底背起来会长怎么样。OK， 这我们今天的 Gaston Lagarde Lightweight 系列的分享影片呢。那最后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下方有折扣码，所以你如果对 Gaston Lagarde 的包啊，或者是这个 Lightweight 系列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去看看，有需要的话可以购买，然后记得使用下方的折扣码，就会变更便宜咯。OK， my name is Kaiwan，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， 拜拜。